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么多人关注我，就没有一个喜欢我的吗？我想要过去不一样，却发现自己把你带到现在。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侧脸，喜欢你嘟着嘴巴说叫我涂眼圈。你爱美女，我不配。你说我的形象跟你一直不对位，头发有点飘散，身材没有她好，没关系啊。我们下一位。뭐해나는누굴차에네가보고싶어나의속마음에담아天天天天说拍旗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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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的那么多旗袍，你没有看吗？啊，一个都没有看吗？哎呀，打死你呀！不该咋呀？我丢，也是呀你。怎么是我不够好看吗？西巴克子不是听说这才是猛男应该看的。长相与声音不符是什么体验？我长这样这样这样也可以这样，可是我一说话我长这样，并且抖音有百万粉丝，我以为我靠颜值火的，直播却没人看，好吧，靠才艺吧，我要展示我的才艺了。蓝生海黑色河，电黑流流岛。请大家关注子怡哦。